我们当时我们有三个月把东西，他美国人起床跑的，我们是两个腿跑的，所以我们到了他还没到，对吧？我们等了两，等了三晚上，他才到。等他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士兵都动了，不能动了，我们就去，他逃，最后结果，把这两个都动了。